爱情是讲 feel 的，年龄并不是问题。好，四个80岁有心有力同细佢49年的女友 Coco 拍拖11年，早排仲有内地传媒说佢再做老豆，不过被四哥霸气否认了。而歌曲《心肝宝贝》的台湾作词人李坤城和女友林静恩年龄就相差40年，他们拍拖3年遇到过不少难关，先是林爸爸闹李坤城是有目的接近个女，不过林静恩就暗串爸爸歧视国王，净是隔空叫嚣。仲有传媒多次指林静恩有咗，令到静恩情绪低落，甚至有殉情呢个谂法添，最后都系李坤城劝店打消念头咋。之后呢对林建明同埋何傲儿呢段感情疑幻似真，依家佢哋正式上契，系契爷同契女嘅关系啦。